图绘特喷涂漆主要用于建筑内外墙腻子，涂料乳胶漆、防火防水涂料、防腐涂料以及各种特种涂料的施工工具，具有效率高、省时、省工、方便等特点。作为喷涂漆行业的佼佼者，青岛图绘特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具有多年经验的喷涂漆专业制造商，工厂占地20亩，厂房5000平米，公司产品多样化，旗下共有4大系列产品，其中图绘特 BM87S 由于外观精致、体积小、压力高、流量大、性能稳定，深受广大用户青睐。我们以一台 BM87S 为例，一探图绘特 BM87S 的生产流程。技术研发部是图绘特创新的源泉，已获得高新技术发明专利10余项，同时也为加工中心提供设计图纸，以便标准化加工生产。 BM87S 零配件均由日本 OKK 加工中心、韩国起亚加工中心、日本松浦加工中心的高端数控车床加工而成，以保证配件的精密度和稳定性。加工好的零配件需移交质检部门，根据质量要求进行验收，合格后进行入库。仓库数字化管理，配件摆放整齐划一。好产品不但需要好的零配件，装配环节也格外重要。图绘特每一位装配师傅都经过专业的技术培训，同时拥有多年的设备装配经验。 BM87S 采用模块化装配、马达装配。马达是喷涂机的4大主要部件之一，要求技术精密严格。泵体装配，泵体是喷涂机最易磨损的部件，不仅对精度要求高，对材质要求也非常严格。油箱油泵装配，油泵是喷涂机的心脏。 BM87S 油泵采用日本品牌，优秀的质量和温度控制，拒绝高温现象。整机装配， BM87S 采用斯巴鲁汽油机，省油、震动小、更耐用。装配完毕的机器将放入待试机区。出厂前，每台 BM87S 进行1小时待压试机，合格后入库。一台 BM87S 就生产完成了。图绘特 BM87S 每分钟流量16升，压力240公斤，整机重量82公斤。